未开铺就拍晒手，班员工士气咁高昂，一睇就知系上星期 iPad Mini 嘅开卖现场啦。睇见呢班果迷排住队咁上呢条玻璃天梯，系咪觉得好有朝圣嘅感觉呢？以为场面好壮观，其实就俾间铺头呃咗你啦。今次 iPad Mini 一样玩网上抽签预订，但系场面就比 iPhone 5冷清，就嚟开铺都系零人龙，入边铺头啲员工就成片蓝海咁，好有对比啊！开铺前半个钟，终于有人排队啦，咪以为后生仔多噃，原来阿叔 fans 都唔少，佢哋就话买嚟自用啦。正式开门，虽然冇咁热闹，但班员工一样咁叻搞气氛，拍手拍到唔停手。又要啪啪啪，又要欢呼，呢份工真系唔易做噶。俾钱之前，仲要拍手恭喜你多一次，等你俾钱都俾得顺气啲。其实部机喺大型连锁店都有少量现货，唔使预约，场面仲虚撼过 Apple Store。呢位外籍裸男就因为排唔到队，大动肝火玩铁马。睇翻部 iPad Mini， 有人就担心佢解像度唔够，但试过后觉得块 mon 都几 sharp 几靓。机背设计改咗，黑色机连埋黑背，够晒靓仔，单手真系拎得晒噶。嫌 iPad 太大块，可以谂下佢噃。